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嘅广东话访谈环节。其实咧，而家时兴嘅人咧已经越嚟越注重咧自己嘅身体健康噶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啊，我哋会周围去市面啊买唔同嘅补充剂啦，目的都只有一个，就系想啦保持自己嘅健康，能令到大家咧成日都有强壮嘅体魄。咁不过话时话，唔知道大家有冇觉得我哋成日咧都疏忽咗，冇留意到一样嘢，就系原来补脑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咧。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咧讲下一个有关补脑嘅话题噶。首先介紹一下嘉賓出場先。而家熒光幕望到左手邊各位係 Rainbow， 佢係腦保健舞蹈師嘅創辦學會嘅創辦人；而右手邊嗰位咧就係 Catherine， 佢係腦保健舞蹈師學會嘅副主席。首先歡迎曬啦 Rainbow 同 Catherine 抽空上嚟 Wow TV 同各位家庭觀眾見下面噶。兩位都著得非常之靚喎，全部都係紅色，係咪想趁住呢個機會啊同大家拜個早年咧？係啊，係啊，有咁嘅打算啊。咁不如請 Rainbow 講先啦。其實好快就龍年喎，有冇啲祝谷恭賀嘅説話同各位家庭觀眾講下？希望龍年咧帶俾大家一個和平、安詳、健康、快樂嘅一年。嗯，講得非常之好，咁 Catherine 啦，恭祝大家新年快樂，龍馬精神，萬事如意。多謝曬啦，兩位嘅恭賀説話先。咁其實啦，今日請兩位上嚟最主要嘅目的啦，梗係同我哋啦一齊講下啦有關腦保健舞嘅唔同嘅資料啊，或者事項啦。其實好想問下兩位先噶，其實你哋覺唔覺得補腦係非常之重要噶啦？對我哋而家係要談呢個話題嘅時候啦。嗯哼，因為身體個個人都好注重身體健康，但係好多人都忽略咗腦係我哋身體裏邊最大嘅器官。而腦有毛病嘅時候，好多時係不經不覺，而且我哋係唔知道嘅。當佢有事發生嘅時候，已經太遲。咁再加上咧，人嘅壽命咧係越嚟越長，咁亦都會造成咧腦能夠維持幾耐咧？年輕嘅時候就要照顧。咁再加上咧，讀書或者做事嘅時候咧，嗰、那個忙碌或者係我哋嘅壓力，咁所以養生同埋補腦咧，應該係未來嘅時候應該係要照顧同埋我哋應該注意嘅地方。係啦，冇錯啦。咁同埋咧，現在咧開始咧，我哋原因由於呢個資訊發達嘅世界咧，用手機同埋電腦嘅人咧都比較多。咁大家咧真係活在喺電腦嘅系統嘅生活嘅世界裡面咧，連需要按部就班。腦與神經嘅思維嘅小朋友咧，佢哋都係懶嚟落嚟啦。咁我哋嘅意思咧就話全腦嘅咧係唔能夠發揮啦。咁所以咧我哋咧係到即係佢帶由德國帶咗嚟依度嘅，咁我哋咧就推廣咗咧喺唔同嘅團體咧都非常之受到歡迎啦，好受歡迎啦。其實腦保健舞啦，一聽個名咧就知道呢一種舞蹈啦，係會幫助我哋咧可以成日保持啦腦筋清醒或者靈活嘅喎，係咪咧？冇錯。可唔可以請 Rainbow 講下其實腦保健舞蹈？我知道係有好耐歷史嘅啦，不如介紹一下簡單。腦保健舞就由德國嘅奇舞係改變而成嘅。咁因為我喺德國都係教細路仔，咁亦都有同老人家跳舞。咁我就發覺運動係好重要，對於老人家嚟講，而保持個腦咧醒腦咯，所謂個腦成日醒 alert 咁，我覺得咧細路仔重要，大人都重要，咁老人家亦都非常之重要。咁就因為咁嘅原因咧，我就創咗呢個腦保健舞。咁眨下眼已經有7年歷史啦。咁腦保健舞暫時嚟講咧，唔單止係加拿大，由加拿大要傳到去香港。咁曹敏成同埋黃兆玉兩位老師咧，喺香港咧已經係訓練咗醫生啊、牧師啊、或者一啲專業人士咧，佢哋再將呢、這個腦保健舞繼續喺香港發揮，尤其是咧係教咗大概有成百幾位嘅幼兒嘅老師。咁即係話香港人咧好叻啊！佢已經睇到咧，即係。細路仔係需要有啲特別嘅教育，等佢更加精靈，咁手腳嘅運用啊，同埋我哋個神經嘅配合，個腦嘅配合
係好重要，所以有請我哋翻去咧，係幫佢哋咧係教呢啲老師嘅。其實咁多專業嘅人士啦，都支持腦保健舞蹈咧，就證明呢一套嘅舞蹈啦，的確係能夠啦，對我哋嘅腦好有幫助㗎。相信講到呢度啦，好多家庭觀眾都好想知道有啲乜嘢參加嘅辦法可以啦，學下呢一種嘅舞蹈。但係我知道咧，一般腦保健舞都唔係公開授徒嘅喎，係咪啊？不如請 Catherine 打下。好 ，OK。咁好，有好多嘅地方咧，都有一跳嘅。咁有義康啦、萬常啦。咁我哋有好多義工嘅。咁啲義工咧，都喺唔同嘅團體咧，都有去教嘅。咁同埋咧，依個腦保健舞咧，就喺唔同嘅團體嘅做嘅示範嘅時候咧，都得到廣大嘅觀眾嘅歡迎嘅。咁所以依個咧就係非常之好嘅一個舞蹈嚟嘅，又可以藉著個音樂啦，非常之輕鬆同埋愉快，又可以減壓嘅。咁我知道啦，嚟緊咧喺金東方豪庭大酒樓啦，更加會同你哋合作啦，一齊啦可以跳下腦保健舞嘅喎，係咪咧？係啊，我哋同金東方豪庭Lydia 咧。就一起合作，因為佢亦都係我哋嘅會員，亦都係我哋嘅 fans， 好中意腦保健舞。咁佢就俾個場地我哋，以後咧逢星期一咧，我哋有公開嘅腦保健舞嘅教授啦。咁大家用食飯嘅時間，大概係7:00以後，我哋就有好精彩嘅腦保健舞咧，就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一路開心食飯，又可以補腦。仲有咧，佢哋嘅大廚咧，聽聞寶魯咧即刻揀咗啲特別嘅菜式，嗰啲菜式咧全部都係同寶魯有關嘅，一定唔少得核桃落，我知道。係啊，係啊，嚇嚇！仲有咧就係我哋好多時咧都因為缺乏咗呢個 omega 嘅油同埋維他命 B， 咁同埋維他命 D， 咁佢仲有一種咧好特別嘅德國獨家銷售嘅由德國運嚟嘅健康飲品咧，係有維他命 B12 好多嘅，所以飲一樽呢一日咧已經足夠成日㗎啦。咁即係話咧，如果到時咧去到金東方豪庭大酒樓啦，參加呢個宴會，除咗可以食到啦一個腦保健餐之餘啦，仲可以啦一齊跳腦保健舞添喎。係啊。最後啦，可唔可以啦講多一次啦時間同埋地點啦？每個星期一就係夜晚黑。7:00到9:00，咁我哋有餐食，亦都有舞跳，咁佢嘅最低收費應該係$16咁。哦，非常之相宜啊！其實個價錢都，同埋咧嚟緊下星期一咧就係大年初一啦，所以咧如果各位家庭觀眾咧仲未諗到嗰日咧點樣去咧呢個慶祝新年嘅話咧，就不妨考慮一下咯。今日啦，多謝曬兩位抽空上到嚟啦。咁而家 Rainbow 頭先拎住嗰張啦，就係啦當晚會食到嘅餐單啦，全部啦都係幫助大家補腦噶。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考慮一下啦。今日多謝曬兩位抽空上嚟，希望下次咧可以下次再請上嚟兩位，再請兩位上嚟啦，同我哋講下有關啦腦保健舞嘅知識啊。多謝曬兩位，而家先休息一陣，陣間翻嚟再見。